今次个世代关心一个很影响新的消息，就是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叶菊兰长会叶雄雄来请示，而且在等总统批准了后，是讲要由这个国安会秘书长陈东山来接任，而且这个交接的仪式是由卢副总统来主持。那这个交接下来了后呢，这个陈总统呢要含这贾中廷也是选举了两个人要第一个见面，而且嘛现场的状况到底是安怎，要请记者薛怡佳来跟做说明一下。好的，总统府呢在今天上午正式完成了这个秘书长的交接典礼。那原本的秘书长叶菊兰呢正式把这个印信交到陈唐山的手上。那么叶菊兰呢，他是在这个交接典礼当中呢，他是表示说他觉得自己能力非常的不足，而在这段时间内呢府选他也觉得相当的疲惫，因此为了不妨碍后续的交接事宜，他决定请辞秘书长，而也非常谢谢总统呢能够成全他这个心愿。那么呢其实今天在总统府这边呢还有另外一个焦点，就是呢在这个扁谢会的部分，那么呢为了商讨这个选后的情势，今天早上谢长廷大约在上午11:15的时候呢，他是驱车进入了总统府和陈总统展开谈话，那么直到刚才呢12:20左右呢才离开。那么由于呢我们知道谢长廷昨天他其实请辞的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，不过呢党内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说呢他能够继续留下来，因此呢也预料在今天这个扁谢会当中呢，其实陈总统应该会就这个议题来跟谢长廷来进行讨论。那么有后续呢最新的动态我们会持续为您掌握，先把时间还给棚内的主播。是，咱就是宜家的这个总统府院委员所做的这详细的报道。其他政治消息，咱稍等要来关心。镜头要先刷来加这个台中县，今天有检察官带队来搜查到这个台中县政府，因为这个台中地检署的检察官，因是来接到检举，讲台中县这个县政府的商业客户，即来发这个八大行业这个政教的这个科员加这个员工啊，那亲像向这个警察来交接，啊，每一家大家来收这个好处10多万，就替这业者通风报信。检方今仔是带队来搜查，啊，根据因所讲啊个这资料，就是讲因已经啊拢摕到真侪，这个commission这互因乌洗掉，或者业者会当来避过来调查，甚至到唔免来断水加断电，也可以当申请的执照。接下来看，就是这个代替为这个台北市政府这个旧的宿舍要出租给普通的民众。啊，第一批要开放出租的这个地点，就伫台北首购附近。啊，今仔开标，因为一个月租金嘛，只有这个15000到18000，所以我们吸引300多民众进来抢。一挂挂着红色彩球的厝，就是代替要出租的14号宿舍。参加这个购买领取标单哦，总共有342位。那我们本身是提供有14户，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踊跃。底标我们是26平的，就是一万，每个月15000，那么29平的话就是18000。这座14号代替的宿舍在台北东区精华地段，距离捷运站甲东区只有400公尺，走路3分钟就到捷运，正方便。而且租金比市场的行情较俗。看了现场之后，觉得地点很好。价钱也很蛮公道的。它有一种那个闹中取静的感觉，因为后面有一个小公园。那因为我也之前就对那个地点蛮熟的，一直没有机会进驻在那个地方。有这个机会，他这边在这边做招标，当然我们希望有那个机会。代替将要交租的老宿舍，全台湾有144户，其中以台北市上最就105户，预计将会陆续在6月底之前完成交租，而且大部分的宿舍拢在精华区。这批老宿舍收回租金，有机会为代替带来2000万左右的收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看的是，这高雄捷运红线，这票价已经订好了，而且票价上价是20元。高雄市长陈菊是来表示讲，在这订票价过程，伊要求是南北爱公平，所以有那5万个南部地区民众，有那会当含台北同款，用同款的计数，会当来坐捷运。因为两边的铁桥重新，高雄捷运红线邮轮票价在26号正式定案。高雄捷运的起跳票价是20元，5到17公里内边2公里加5元，17到20公里每3公里加5元，全线相关的票价60元。我刚才站在高雄市政府的立场，我们还是要尽力去维护市民的权益。那另外一部分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一定要让南台湾高雄市的市民朋友感受到南北这种平等的感觉。
因为高捷原本提出的起跳票价是25元，现在修正降至20元。高捷公司表示会增加4000万的亏损。审定以后和我们原本的提出来的这个票价，大概会造成我们公司额外大概4000多万的亏损的哈，每年大概多4000多万的亏损。那这个部分，我想我们还是会努力啊，提高这个运量哈，还有另外我们其他的附属事业，我们也会设法能够增加一些收益啊，来弥补这些亏损了。面对营运成本加理想票价之间的差距，高雄市长陈桥27号伫咧四站即份桥线时阵讲，高雄市民欠缺使用大众运输系统的习惯，现在上主要爱做就是鼓励市民坐即份，等到运量提升了，就当疏解高雄即份的成本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